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耶、yeah ！我对你爱爱爱不完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爱陈光慧，谢谢大家。哇！说到两百场，我突然觉得我自己好老哦，我已经演了两百场了，已经。没有没有。对，回到 MC 话题上面，说是谁是吧？我也是觉得那个人是毛毛，最不能忍受的人是毛毛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瘦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平时呢，就是你看他跳舞呢又很帅，然后呢他又是Taco的爸爸，然后呢又是平，我觉得他，你走开啊，然后呢他平时又是就是好像是团队里面的小男友吧，应该算是啊，不是啊，那就不算了，就自以为，前面加个自以为啊，自以为是，对，然后我想说什么来着，为什么我们的主题明明是最想让谁撒娇，变成毛毛这里就是最批斗会，最批斗会呢？对，我想起来了，谢谢戴萌。然后为什么呢？因为毛毛如果对我撒娇的话呢，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打他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来，你来一个。我不会对你撒娇的。你可不可以给我示范一下，就是没有声音版的那个撒娇，音版就是消音版的，对，消音版。他不想听到你的声音，让我来吗？天哪，你们感受到地板的震动了，就是地板在震动。是，我数三二一开始啊，三二一，撒娇，冷漠，撒娇，三二一。I don't understand. 我真的有话要讲，非常非常重要的话，你一定要配合我。对，他一撒娇的时候就是一种快来打我呀的，就是那种感觉，真的。我真的说的是我的心里话。好，是，谢谢大家。哎。